恁两人即时分头前往文昭关甲武圣关，通知首长，务必严密把关，绝对袂用予吴祖师出关，也若无杀无赦。是。武圣兄，现在你负责追查吴祖师的下落，击杀无论。遵旨。你前往文昭关，我赶往武圣关。好，咱就出红袖。你就这腰啊吼，来，再去叫人查一条。顾万叔，顾万叔，大王已经下令武将军全面追查你的下落，就地击杀，所以你千万要小心啊。我所的重情命付出过，可能落个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，真是可悲可惜。如今楚国已经无傅元帅用心之地，但不知傅元帅一往何方呢？这不相关，靠定国甲定下会合，再另行多谋。吴副万岁，既然你决定要前往帝国与殿下会合，那呢你就马上起程，带你出武圣关了。属下再随后前往武圣关通知首长。吴副万岁，呀！吴将军，你哪来？吴祖师哪里？吴万岁已经出关前往帝国了。你真是该死！对。吴祖师，你已经没得逃走啊！你那是乖乖受死。我会留一个专使给你，也若无，吴先生，若素水手将在未见之前，你若有本事就出手你啊人，哼！帝国只不过是一个小国，帝定公肯收留伊，是因为受到忠诚名副将军吴祖师所托，伊不甘来拒绝，免有可能再次出兵来替你报仇雪恨。殿下，如今晋国是五霸之一，兵勇将强，只要殿下肯，此事关系到殿下一生。但愿殿下会当慎重来考虑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尽早来决定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下官告辞。小王是未来中原霸主，也是楚国的天君，岂能就此寄人篱下呢？大王，未见彼楚兵王屈辱流亡，难敌卢上兵。
如今既然蒙古勾结晋国，并吞我国，温情受恶，大王应该当机立断，也若无休怨无穷啊！元宗，每一个是明府将军吴主事特别出来，和国王好好照顾的人，万一若出什么差错，吴主事必定兵临城下，到时阵咱帝国必亡。所以此事一定要调查详细，但掌握着确实的证据，才用得采取行动。参见大王。别回事。吉天才，听边总在咧讲，每件有当面给你提起要交接贵国，无断我帝国江山，咁真实嘞？回禀大王，此事千真万确。吉天才，国王，请你跟我斗三工，先来去取到美剑，交接贵国，莫断我帝国江山的证据，你敢肯？臣尽力而为。吉良，只要你会当引出美剑，写出剑门刻书，我国大王必然会抬了美剑。到那时阵，吴叔叔必然会出兵攻打帝国。咱抬了我国大王了后，贵国才趁时机出兵。我本帅登上帝国王位，你就等于转告晋将公，只要已经同意帮助秀王出兵回攻都城，秀王就答应替你做来人，消灭帝国。殿下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单凭口说，恐惊无法度表示殿下的诚心或者决心嘛，是不是会当？请殿下树立一百个名额，让在下带回晋国。应该。每个人心心照明，天下大比上有名，有地自量是行情。前往夜观，从那美剑来见国王。传旨，
来借问一下。请问老张，贵国招待外国的这个使者，伊的夜观是安怎行啊？这名字是这道明有几多声？哦，多谢你。好。夜观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？我呢？哎呦，一定出上代志！叔叔，我娘娘有事，那请赶紧指挥。叔叔，你这里？什么人无？唔知影，不过照伊外表看来，真像是忠贞名副将军吴叔叔。吴叔叔，卡斯伊的吴叔叔，伊哪会受伤？君主，请你放心，吴叔叔伊的外伤并无严重啊。既然无严重，是安怎啊？伊到即阵还阁昏迷不醒呢？啊，伊是因为心有积郁。如果加上这长时间的疲劳，所以才会昏迷不起。等下让他精神起来，就会好，无代志咯。啊，无迷信过的。听王兄讲，你在军粮会上。力推强制，想不到伊竟然会这么年轻又俊，是安怎？伊这阵奈变到这么狼狈？敢讲伊？君主，代志唔好啊！边元帅江川立上阳医已经在听闻，找到马昭仪了。别总，参见君主。别总，你身为帝国兵马大元帅，敢讲你唔知影大王曾经下令过，本宫逍遥院不准人人出入。下官知情。既然知情，你又为何擅领兵士擅窜逍遥院？回禀君主，下官是奉皇命出入平民要犯，如今逍遥院也是情非得已，请君主恕罪。本宫逍遥院何来要犯？回禀君主，楚国殿下未见，与晋国使者勾结，意图谋断我帝国江山。伊是楚国太子位，论罪应未见同罪。总未见行为哟。好运平安回国。
命分子，王兵单独的，请示下官该人将兵图。大少，感谢。叫恁放落穿金带，做围巾。麻烦铃声，大家省，需要现在也分不清。敢问公主，即摆倒伫君主门上顶，迄个人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？敢问公主，即摆倒伫君主门上顶，迄个人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？这男是君主，先违反逍遥院禁令，本帅岂敢违抗大王禁令，宣传逍遥院？便装，我只是一心赴当上，本将才进入逍遥院疗伤，是情非得已。本帅奉王命出了天命要犯，宣传逍遥院也是情非得已，还望君主恕罪。大少，连万岁请留步。马将军，你去叫娘娘。记回忠诚民副将军。连万岁如此道理，我主事不敢当。民副将军，敌营敌国。为何假期在这逍遥院？何不前往参见我国大王？这岂不是有失礼数啊？别万岁，我主事是以私人身份前来探望我国殿下，便非以忠诚兵副将军的身份巡行各国，所以不便代事宣扬，又有不得体之处，还望便万岁谅解。但是，禀副将军有事，但下得罪无妨啊。禀万岁，北国殿下，做不听随用一毛，我的查明啊。激情妇孺不敢请良将。明副将军，下届交给晋国使者纪灵，意图谋断我帝国江山，罪证确凿，一死一孤。马昭仪是卑贱之妻，论罪以卑贱连坐诛毒，一该死，免灭亡。变奏。贫你偏怜呐，自作孽随地是非，不道颠。万岁一笔执己见，我母实在呀，不以为怜。吴叔叔，兄弟你是十八国挂帅。也无管干涉帝国内政，本帅希望你扶助彼子，也若无本帅，啊，我叔叔你放人于我，其他选择余地。世间夫妻无道，凌乱的社会无奈何。